今天专门为刘畊宏女孩准备了一套腿部拉伸的大全。我看大家跳完《本草纲目》之后，是不是累得不行了？接着跟我做这组动作。你看，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踢毽子呀？这个动作拉伸的，这个动作呢，加强的是大腿内侧，瘦大腿内侧。但是练完之后，我们要拉伸大腿内侧，做这个动作，竖脚式。脚掌相对，膝盖向两边打开，两个大脚趾要回弓，手把臀肌拨开，两个坐骨坐实，双手向前，指尖点地，慢慢的向前爬，爬爬爬爬下去，找到了吗？大腿内侧很明显的拉伸感，哎，这个动作练完之后拉伸一下，让大腿内侧的这些赘肉慢慢的消失掉啊，这样走路就不会磨裆了，所以呢，整个大腿中间的这个缝隙也会很好看。在这里保持1到2分钟，然后缓慢的起来。这个动作有个细节啊，那如果你的腰有腰突或者腰不舒服，那就不要弯腰弯那么多，你就把背拉直。背保持延展，其实对腰是一个很好的保护。保持2分钟之后，退回来，收回来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是手去摸这个，这个动作瘦大腿前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动作呢，很需要一个注意的同学，就是骨盆前倾的同学啊。你想想，你骨盆本来就前倾了，你髂腰肌本来就很紧了。你还去这样子收，收久了之后，你骨盆越来越前倾，怎么办？拉伸很重要，起跑式，来，左脚向前，右膝盖在后，你脚尖可以回勾，脚尖点地啊，手扶住膝盖，然后慢慢的向前推出去，在这里保持1到2分钟，你去感觉大腿前侧，特别是髂腰肌这个地方。但是要注意一个细节，这个细节是什么？看你的腰，腰不要这样塌，那你折的地方就不是你的胯，而是你的腰了，所以你的肚子要往里，收进去，拱一点背，推哪里？推这里，往前送，哇，这个时候好强烈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手扶住膝盖做一个拱背。然后向前推，用哪里啊？用左膝盖向前推。对，后面的膝盖有压力怎么办？那是因为你后面脚尖没有用力去推地，你的脚尖向下去推，感觉你的膝盖要翘起来。做完换另外一边，然后重复，你可以多做2组啊。有骨盆前倾的，想要让自己大腿前侧肌肉鼓包消除的。多做几组，2到3组都可以。注意不要塌腰，肚子往里收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？是这样，这个，嘿，这个是不是瘦腰特别好？如果你是 X 型腿，什么叫 X 型腿？就是这样的腿型啊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腿型，你做完这个动作，你一定要做外旋来平衡，不然你容易 X 越来越严重。所以侧腰拉伸就不用多说了哈，就是你可以坐在垫子上，或者你站着，双脚打开这样，侧伸掌，拉伸侧腰，这很简单，左右保持1分钟就好了。那重点的就是我 X 型腿，我怎么去改善呢？改善呢？那叫做外旋。外旋的动作最好的是什么？鸽子式。来，看一下，先来到猫式，这都是精髓啊，学会了。省了一大笔私教费用了。把右膝盖放在右手腕的后方，右小腿一条斜线是这样子，一条斜线。把左脚往后撤，把距离拉开。后面的膝盖脚背贴地，前面的大脚趾回勾。然后把胯这个地方不要翘起来，你的腹股沟要去找脚跟这样，拉过来，吸气延展。可以的话趴下去，哪里最有感觉？大腿的外侧和臀肌最有感觉。保持1到2分钟，做完换腿，换另外一边直接这样，
拉过来，压过来。这个动作是一个髋关节外旋的，外旋的灵活性慢慢建立起来，你的腿型慢慢会得到调节。腿型不直的同学，在我的评论下方扣一个，想要纠正腿型，未来我再给你录一个腿型纠正的视频，我看有多少同学需要啊。好，做完之后推回来，这是鸽子式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嘛，踢，就是，对不对？这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用手去摸后面的脚跟。那这个动作呢，练的是哪？腿部后侧。做完之后，我们拉伸一下腿后侧就好了，很简单的动作，双腿伸直。然后对于腿后侧拉伸，很多同学刚开始找不到感觉，很痛苦。其实有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你先屈膝坐，把背拉直之后再趴下去。你必须要让你的身体这样，大腿和胸口完全贴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保持一会儿，然后我的脚跟向前挪1厘米。能接受，好，继续得寸进尺的感觉，就是再往前1厘米，哎，又能接受，再往前蹬1厘米，哎呀，不行了，腿后侧好拉伸，但是你每天这么练，每天那么练，你这么得寸进尺，慢慢慢慢推推推推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本身就贴住的，但你的脚慢慢就蹬直了，这个时候腿后侧就完全拉开了，一定不要这样，这样你换1年都没有用的。明白吗？而且还很伤腰，所以你就先抱住大腿，抱紧了，然后用脚跟慢慢向前推推推推推推，哎，好，慢慢保持多久？保持1分钟、2分钟，然后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本草纲目的每个动作拉伸的地方，全部拉到了，解决了一些你身体当中存在的一些的问题。喜欢杰杰老师。点个小爱心，然后关注老师，我看看有多少同学喜欢我的短视频啊。未来喜欢我就多录一点，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都有直播，下午2点到4点也有一场，也欢迎同学们来我直播间跟着我一起练习，比心。